上海一心，最難能可貴嘅係市民嘅善心同義舉。我哋期盼呢份互助精神唔止喺難難中發揮，應該廣及無時無刻、隨時隨地。 英國日前舉行咗一場另類嘅高爾夫比賽，一齊睇下。呢項運動稱為足球高爾夫。 顧名思義，要將個波踢入直徑52厘米嘅窿入邊，同高爾夫一樣，用越少次數入洞就為之勝出。呢下上到果嶺，但喺洞口邊流過。呢項運動近年先開始誕生，由於玩法唔係複雜，喺外國慢慢開始流行。跌咗入沙池都唔使驚，用技術挽救，錯嘅波一樣得，不過控制力度就爭少少啦。 講返直播啦，呢次吸引咗過百名球手參加，當中呢位係最搶眼啦，世界第一嘅卡力喺冇幾耐之前先喺日本參加足球高爾夫比賽，並且攞到冠軍，以至喺自己家鄉更加要保住名聲。結果當然由佢順利勝出啦。無線電視記者陳家俊報道。天氣方面，10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同時生效，預測吹暴風至颶風程度東北風。 渐转吹东南风，密云有频密狂风大雨同雷暴，有风暴潮，海有极巨浪同涌浪。展望听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，稍后风势逐渐减弱，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。而家25度，相对湿度94%。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风险，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。
parah mau, kayak mau lagi ya Allah. Udah mabrur kali tamannya setiap kembang.